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透场赛事五班1650大热是二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华美复星呢就快嘅，响内栏仲有海王区啦，出面黄山猛咁骑上去呢，仲有隻有形有福啊。第四位橙衫怪兽豪侠啦，咁都好唔规矩啊，响佢入面钢铁复星一路顶住佢啊。内栏紫色衫红帽敬礼走咗上去啊，出面丰盛多彩都压埋嚟㗎啦，再中档位置衫黄帽就胜出魅力啊。啊啦，帝豪宝佢打緊边响外边啊，内栏唔系尾五呢跑得宝宝喺入面涉喎，尾四粉红眼罩女婴复星啊，尾三一泽千金啦，尾二就日日靓，咁暂时殿后咧系嗰匹缘分嚟噶。去到对面直路嘅中段啦，前年带头噶嘛，系海王区啊，怪兽豪侠大就跟住呢个第二位啦，有形有福嘅内栏，第三华美复星，第四敬礼，第五第六丰盛多彩啊，再变日日靓，哇一路右边右骑咁样，外边咧依家就逢马过马，后边噶嘛帝豪宝区跟佢走啦，咁啊跑得宝宝内栏尾五粉红就嗰匹啦，咁啊中间胜出魅力，出边缘分啊，后边一对红眼罩一。泽千金粉红眼罩是女英福星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啦，海王区占先嘅，中间有怪兽豪侠啊，出边就日日靓啦，咁啊再见到第四位内栏有形有福啊，咁啊出边位置就丰盛多彩，华美福星喺马林后边啊，再见到攞出去外边咧就帝豪宝区啊，缘分啊，最出粉红眼罩是女英福星啊，好啦，最后200米啦，日日靓咧就透出咗，咁啊见到有形有福咧响两人马中间窄位唔多够位咧就站上嚟，走翻入去，中间位置仲有丰盛多彩外。边咧就呢只华美复星帝豪宝区接近终点啦，日日靓咧就占先一个身位而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系丰盛多彩啊，第三有形有福，第四名就岌上岌落啦。华美复星同埋粉红衫嘅帝豪宝区需要影相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呢只日日靓对面直路嗰度又骑又边，跟住转弯少少俾佢回气，咁啊结果真系回得到而力压对手，跑第二名。后生啲啦，丰盛多彩，有冇阻到呢？有形有福啊，响入边第三、第四名，红眼罩华美福星，紫色眼罩帝豪宝区。再次用呢一招啊，中段发力啊，日日靓咁啊，终于赢啦！今次九号马啊，咩十倍啊，咁啊，骑士何泽尧啊，第二名三号嘅丰盛多彩布文，第三名八号嘅有形有福霍宏星，十一号嘅华美福星班德礼应该第四。人日继续旺、哦，今日头股又系佢啊，何泽尧。上次都系咁跑，争一步，咁啊今次又都系咁跑，咁啊结果就到啦。今次你跑得波波又走咗入去里面啦，人哋走嘅时候你冇得走，几步又慢咗，系啦，直路啊晕。
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係九號嘅日日靚啊，獨贏派104.5，位置派33.5；跑第二名就三號嘅豐盛多彩，位置派47.5；跑第三名係八號嘅有型有福，位置派26.5。連贏位三搭九派594元，二重彩啦，九號、三號順序派981元，三重彩九號、三號、八號順序派11,337元，單貼派2,513元，位置 Q 三搭九派188.5，八搭九派137元，三搭八派261.5，跑第四名就11号嘅华美福星。啲过年咁啊，头三名嗰啲好有意头啊，啲马名。睇翻第四名张相啊，咁啊见到11号嘅华美福星，咁啊第四啊出边啊大澳宝区，咁啊日日靓，咁啊终于都靓翻次啦，去影翻张头马相。三架一預計派彩啦，勝出係 A1 隔夜熱門嘅派52元，跑得好咯呢只日日靚，即係用翻佢前一次嗰個跑法，即係佢唔係話走得特別機警啊，只不過我見到跑得寶寶、女英福星嗰啲跑得老襯啫，即係前面可能你都計到唔係話特別快嘅 pacing， 仲涉喺內欄慢慢捐。四連環預計派彩啦，三號、八號、九號、十一號派4,688元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九號、三號、八號、十一號順序派113,088元。方家柏興啊，而家接波啊嘛，中間走呢只又係啲低班，你又追唔翻咁多。低班你嗰啲你要變一變招啊，低班。走先，佢跑啲 momentum 後邊好難追啊嘛。嗯。跑得寶寶咧，真係要睇低個巡邏影片啊，即係個處理係值得商榷嘅。你不是第一次跑嘛呢只馬，同埋本來排外檔啊嘛，係咯，要捐咗裏邊再走翻出嚟，攝咗喺裏面，即係應該係一路走住生位嘅，呢啲唔使怕噶嘛，怕唔怕攝位啊嘛？雖然佢上次贏馬都係捐入去先，但係佢好早就可以掹定出嚟，移咗外邊，即係一早要諗定呢樣嘢。係啦，咁同埋你都嗰次都係日日靚都係跟住咁樣喺外邊走嘅啫。即係你睇日日靚根本個跑法就係、是、我係要做翻嗰招一模一樣啊。係啊，我係要嗰個位喐噶啦咁樣。即係你諗咗個跑法咯要。所以連帶埋啊蘇少輝都跑得有啲即係唔夠醒啊。早段就攝得好好啊，即係攝喺日日靚嘅前邊，但係之後又跟咗個內欄，變咗有啲 check。啊，幾開心何齋耀！剛才叫他過終點都陰陰嘴笑了啊，好少可贏隻五班馬咁，因為難贏嘛呢啲，佢有啲好均速、好難出頭咧，成日都翻嚟，唉，都好難贏呢只馬咁。呢啲啊，開心啊，即係辛苦啊，呢啲咁頭馬。係，即係個滿足感可能仲大啲啊，即係唔係錢唔錢咁樣。唉，我哋都成日話贏一場五班啊，根本都唔容易啊。豐盛多彩 OK 啊 ，keep 到水準啊，起碼即係再進步少少先啦、啊。睇下點跑啊！跑得寶寶就12檔，喺佢隔離嗰只藍色衫就女英福星嚟嘅，一起步咁已經係攝咗埋去啦。跑得寶寶咁，但係其實開都要至二碟啊！呢啲咁大隻馬，嗱女英福星就攝咗喺日日靚嘅前邊嘅，呢度冇問題嘅。咁後邊有啲緣分啊，一擲千金咁，其後啦，日日靚都已經抄定外碟。咁啊，跑得寶寶就慘啦，同只女英福星大家就喺入邊啊失咗。前面啊，海王區啊，有型有福，華美福星都幾特別喎、啊。去到差唔多800米開始要騎啦，諗住唔係好多啊，仲勁銀。出邊啊怪獸豪俠啊，入邊啊敬禮，最後邊啊鋼鐵福星啦、啊，勝出魅力。咁啊後少少啦，大河寶區外碟，緣分係嗰啲爆尾啦。嗱呢度你見阿何澤瑤咧已經決心咧走住啲生位啦，直路中段就同你踩油嘅。正如阿佳所講啦，呢啲佢應該係諗過曬個處理。咁而你睇下周俊樂嘅諗法咧，佢一起步咧就係捐埋內欄。咁你捐埋內欄，你唔係次次都有封空位俾你咁大隻馬可以走到出出邊噶嘛？咁你呢一個困境係你自己造成嘅喎，所以我覺得都有啲奇怪啊，即係個發揮上啊呢個二。咁啊，當然何澤瑤醒啦其實怪獸豪俠咧又再一次跟前望空啊！呢啲馬翻嚟散曬，佢留唔到啊！早段出閘咧，佢想捉啊，但係啲堅啊梁家俊捉都捉唔住只馬就上咗去啦。呢啲跑法就唔係好合適啊！係啦，呢度就褪啦已經啊。嗯，嗰只華美福星已經打得好緊要噶啦，早段啊仲頂到個第四喎。
大外檔就係女英福星咯。嗯，呢啲就姗姗來遲啦。大和寶區五萬集啦，不過又係嗰啲位咯，翻到嚟。係咯，咁啱又同阿潘明輝加埋呢次都係6-0。潘明輝好努力喺場，打咗好耐啊。好啦，頭場都福君元不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啦，三搭九派188.5，八搭九派137元，三搭八派261.5。组合独赢三拣一啦，胜出系 A 一格夜热门啦，派52元。二重彩啦，九号、三号顺序派981元。四连环三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一号派4688元。四重彩九号、三号、八号、十一号顺序派113088元。分段时间头段27:72，第二段23:34，第三段23:54，末段24:39，总时间1分38.99秒，比标准时间快2.5分。